兄弟们啊，咱们换钓点了，这是昨天到了的，今早上是第二尾了啊。刚才上一个鲤鱼弄十多斤，这又一条。哎呀，钓个鱼也太难了，呵呵呵，整个那个这个河流啊，能停房子的地方太少了。我现在给你照着，看这米粒少，给这条鱼整上来，应该不能太小了。你这里一边鱼，一般钓上鲤鱼都得有个10斤左右。这小盖招，这是新换的一款杆子，这叫什么？我看这叫西巴诺，叫什么蓝底儿，咱也不懂。反正瞅着还挺好，这杆子用着腰力啊，什么都行，4米05，25号。哎呀，这环境是真好啊！看这香蕉树林，吃香蕉不花钱啊，呵呵呵，太漂亮了景。这在贵州呢啊，贵州在南盘江。快溜过来了啊！现在我中间我掐断一轱辘。那会儿能有30分钟吧，这条鱼现在已经这么大的轮子，这杆子现在已经拽得有4分钟15分钟了。看看手，看看那个米粒少的手把啊。还没看见啊？不能，怎么的10斤以上？不，没有太小的鲤鱼，没有长杆的大呀？不可能，那还没露头呢，这个不能小了。反正听着动静可不是青鱼，啊，青鱼要是拽这么大劲儿，可老大了。3米9的杆你总是上正好的，4米05你使了多少还是多少点长，来看看河里吧。还没看见鱼呢。还挺远的，可能是。来到前面。是不？前面水太深了，这里边。水深，还在转呢。看着轮子卸力，这个轮子的卸力是真的不错呀，钱儿好。刚才我暂停了一下啊，要时间不够用，溜的这个段子拍时间太长了。一个鲤子啊，不大，能有个7-8斤。真漂亮啊，大鲤鱼，过来喽，过来喽。看米粒少啊，小空气器拿过来了。这大鲤鱼真漂亮啊，真胖乎啊。好，没有长杆的大，没有长杆的大，长杆的上一个了，是吧？10多斤的。